哇！你们看，有人在弹琴啊！真好啊，真好听啊！好凄美的琴声，我听着，心里好难受啊。我也感觉得到，梦里，这琴声会不会让你想起你爹娘啊？这曲中饱含着离别之意，你若听了难受，就证明你心中有个很在乎的人，不想与他有离别之苦。那我们三个永远都不分开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有这个苦了。嗯，哎，老伯。来来来，你知道那个里面为什么有个女子在弹琴吗？这女子是陈州首富秦家那个离家出走多年的儿媳，她突然回来了，日在这里抚琴唱歌，听秦家的家奴说她想争夺家产啊。她弹得这么动听，还能干出这种事情。行了行了，别弹了，赶紧滚吧。我只此一个心愿，若不让我进去，我便日日来此。哇，没想到他除了弹琴，他打架也这么厉害。这女子看起来不像寻常人，琴曲哀婉缠绵，怕是有隐情。管他什么人呢，能干出争家产这种事情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咱们赶紧走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争家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家产，就是要抢你家那些人，一个意思，懂了吧？嗯，走了，走。哦，走吧。